粑粑，啊？粑粑，什么？就那个粑粑呀，粑粑是啥？就屎啊，哦，你要拉屎是吧？嗯。你呀，别他妈就直接说嘛！敌军还有30秒为到什达，么偶像包袱那么重要？碾碎他！我是怕你说我呀，你呀，偶像包袱太重了呀！不是，折磨，哈哈哈哈哈！全军出击！下路怎么挂机了？最近一直在看脱口秀，是吗？我需要陀嗯，感觉挺好螺。看的。你妈一级直接学 W 开始叠血。能给他放技能呢？现在打野是螳螂，可以越要上路，你看他血量。OK，我来了，赶紧去杀螳螂，螳螂没闪。脱衣的。螳螂应该是下路。跳了打蛇去了。这石头人打我被压线，我打野是蜘蛛，还敢跟我换血，他必被越的呀！他刚刚就不应该跟我换血，我三瓶要他跟我换血。闪了呀！哦，这交机也太菜了吧！他还跳我，我傻了。他敢跟你打吗？他疯了。这僵尸的 E 就真的离谱，两次都必死，一到就死。哎，这波你又大，也有机会。我回了呀！我1400的血了，你买，你多少血？我800。
我在开你妹妹呀！不行呀！我已经打赢多少场战斗了？ 老司机没补到车，不仅是少了车的钱，还他妈少了那么多血。杀死强者。 不要掉一层。我一会儿都没想到。嗯。你他妈现在抓我兄弟！ 又开始卡了，又完了，我炸了。电信就是这样，所以每天都会跳频。什么情况呀？ 不是我这里就今天这一下。啊，好好。 我现在1775的血，石头人1400。我是什么？直接放上路不？不用放，上路我自己拆。哎，那就杀他，看到我。 不值钱！啊，我要死，我太卡了，我吐了。 啊，好吧，笑得太早了。
干了太早了，我放中路了。啊，人还要挺久，有点没大了。啊，我这个延迟现在好烦啊！我这个石器本来可以玩的巨爽。哦，冰拳现在不用放，都在中路，冰拳现在不用放技能也可以触发了，是吧？对，就普通就是触发的呀。哦，我他妈还以为什么情况。啊，去上路找你喽。杀不掉我，放心。来，大招好。我有经验，他们有经验。直接开他，我等会直接开他。来，我就把针眼排了，把一血塔吃了。他们去下路打龙了。哦，好卡，我又四百金了。过了，这不有 T 吗？这里有眼。对对，你可以踢，这波打起来了。我没有。能踢吗？我没状态，我要回家，我回家。能踢吗？能踢吗？能踢。我太卡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维克多 TP 了。维克多，我看到了。我他妈逼，300的拼在打这个团，我操，我他妈吐了。恐惧，我为什么啥都感觉不到？哎呀，他妈的，老子无敌的团，他妈被下去，他妈卡成裂开。总是在行军。安静的去死吧！去上路喽！但是这人 Q 了我一下，我没掉。我需要补肉。来了，我来。石头人要来，我有点卡。胜利就和呼吸。哇，赛恩太变态了。中期你妈逼，你看着这个坦度了吗？都有点离谱。
你看到过这个坦克吗？多少血？2700，135。连地面也震颤了。忘掉被杀者的面容吧。留一点。有个呢，有个呢，打爆了吗？饥饿在侵蚀着。不是，是家里电信出问题了，家里电信网络出问题了，不用。我已经打赢多少场战斗了？13级刷怪又刷线又快的样子。来，这个给你吃。来，6个小的。这一下就是50点血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现在刷石头有点舒服的。这一件自然之力出了就第9了。哎呀，太卡了，玩的贼不爽。这些伤口没有带来痛苦。我不行了，我要，感觉我要释放出来了。我什么意思？对，夹不住了。能夹住，但是在哪儿？哎，我在玩，哎，是真恶心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多少片？这他妈直播都直播不了了，我操！500片。我要用他们的骨头来治愈我的牙齿。这他妈这延迟直播都播不了了，是真的烦。没人 TP 了。啊！我就他妈往别人脸上走。要卖我呀，这些鸡！
减速了。哎呀，卡的我真的是。哎，在啃噬着。你查出什么问题了吗？打电信的电话喷他呀，让他们他妈逼上来修呀。我讨厌这么等着。啊，烦死了，我去。我犹豫了。我操，这太恶心了呀！卡，你妈这么肥的一局，我操，这么卡！游戏体验都没有了。我为什么啥都感觉不到？我操！哦，直播也卡，关键是。游戏单游戏卡我就认了，他直播还这么卡。我不敢，我跟刘哥不是一个网。对面的人一定想象不到，他妈对面一个这么大爹的赛恩，居然顶着他妈逼600拼在玩。他们绝对想象不到，他们不敢想象这件事情。这波有没有 TP 吗？这个眼没有没有没有 TP 不了 TP， 我卡的一逼，你们打团五打四打五，我已经打赢多少场战斗。我操，这里竟然蹲了一个人，呵呵ADC 死了，退下路吧，你们就退下路吧。我太卡了，你们退下路吧。痛啊！这是个多伤害。你们别说我夹子了，我也很难受。我这跟刘哥一样。你也卡吗？我人卡。我电游戏不卡，我人有点卡。啊！我真的吐了。我需要吐了。快给他们推了！快给他们推了！哇，你想象不到我有多恶心。我能感受到你的难受，因为我每天也跳屏，然后跳都不怎么，就很恶心，跳完。哇。他们
现在没法操作。还好我玩的是个肉，我就在前面挡伤害就行了。我操！别炸我！还好我。然后1000块，啊，真的很难受，刘哥。你知道我有多难受吗？巨难受，刘哥本来可以全杀的。你知道我有多难受吗？你知道我卡的有多难受吗？我妖姬怎么？对，只有懦夫才会害怕死亡。这波妖姬怎么不在？波欧秒维克多起来有点难打。哦。弹幕也破防了，弹幕也被卡裂开了，这把老司机这么飞，他们也想耍一下，他们也卡晕了，全炸了，没有感觉。都来我这边说为什么我不卡。还想吃，不谢。啊，补兵全靠自己。笑了笑了，别笑了。走走走，打龙打龙。走了走了走了。还好老子肉，妈了个逼，这把。跟魔兽没关系，是电信供应商的问题。杀死强者，留下完整的石头。听到了尖叫，我讨厌这么等着。可以打男爵啊。来了，那赢一波人的，先抢这菜。关键是我直播也卡，你知道吗？直播你看这里右下角都红了，直播也卡，导致你们也卡，你们看着也卡，所以就是双重妈妈裂开。它不是单重妈妈裂开，它叫做双重 double 妈妈裂开。什么？我为什么啥都感觉不到？为什么我不敢？因为我跟刘哥不在一起。
全副武装。这么多水，哎呀，终于结束了折磨。我要去释放了，这边。哎，是真他妈的折磨呀！你跟他说他的波动都波到他妈的臭，哎，算了算了算了。他那个说。